万象界域，我们重新设计了特拉夫保卫者，准备进行实战测试。 占领终端平台，操纵保卫者机器人。 感谢圣光，我有种很不错的预感呢。 如果你确定的话。
开始。攻击敌方保卫，看看他的装甲能承受多少伤害。火出发，防御者应该没这么容易倒下。今天算你倒霉。出发吧，该撤退了。这是你逼我的，我们出发吧。保卫者即将就绪，在我启动他的时候，维持终端平台的联系。我们出发吧。也是有可能的。集中攻击这个英雄，我有种很不错的预感。双杀，输了。这是你逼我的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是。
驾驶保卫者。确定的话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三杀，好啊！新的终端平台马上就会启动。时间宝贵，你摧毁了一座堡垒，终端平台已连线，欢。
快点占领终端平台，启动保卫者。情况不太乐观。盟友需要帮忙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听起来不错，做好准备，你们很快就要亲眼见识保卫者的力量。城市的开发进度还不错，我的好，你们失去一座堡垒。
平了一座要塞。做得好。将他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吧。我先走一步，大家再见。攻击大屠杀。MVP.